观察机用微型水下机器人白鲨 mini H， 它的特点是体积小视野大。白鲨 mini H 长250厘米，高330厘米，宽240厘米，整体重量仅只有3.8公斤，一人即可很轻松放放，配置好将轻松携带。白鲨 mini 配备四组高亮LED 照明灯，适应黑暗处境。120度广角镜头，1080p 高清摄像头，胜负互补平台，在运动中也能随时调整拍摄角度，错过每个细微之处。它的下沉深度可达100米，防水等级高，能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替代人体下水，满足水下观测的要求。可以实现水平垂直横移全姿态运动，另外这个只能挺身，全艇功能仅度可达1米，实时风光高清，不影响遥感机械的控制箱采用双动点方式，100至240伏交流空间或24伏16伏，满足不同场合需求。使用时操作员在岸上取下，即可与白鲨互补性水下影像，它可以应用于水下娱乐、管道检查、海参养殖、潜水打捞、水下探索、危险区域调查等。